谁开球谁摆球啊？哦，你。
本轮比赛没有中场休息，但具备一点可以啊。每人各每人一次掌球。如遇到危险球的时候，请及时喊裁判啊。祝各位取得好成绩。稍等，2020新牌康熙盛世网络加杯中式台球精英巡回赛复活赛第一轮比赛开始。
Thank you.